据大文媒体报道，女主播刘山林2014年因过劳导致血管动脉瘤爆裂，原本被医生宣判非死即成植物人，时隔三年靠着家人的支持和先进的医疗技术，身体状况复原良好，将在24日重返荧光幕前主持谈话性节目。刘山林2014年因过劳导致血管动脉瘤爆裂，在香港住家昏倒，紧急被送往香港医院急救，昏迷16天后清醒，随后返台接受治疗。当时妈妈表示，她昏迷第16天醒来后，电话号码和密码都记得，也认得我们，我就相信她的记忆力没有问题，决定要尽力帮她恢复正常。据报道，刘山林历经两次开脑手术，16天昏迷回到台湾高雄展开漫长艰辛的复健疗程，经过了三年的时间，17日